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小技巧是教大家如何制作换脸照片，非常的有趣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我们需要打开一款软件，我会把名称写在屏幕上。打开之后，我们直接点击最下方的开始按钮，我们在这里选择第一幅图，点击加号，可以在相册当中选择。然后调整他的五官，点击下面的 Go， 然后再选择第二幅图，调整五官。点击 Go， 这样它就会自动合成照片，是不是很有夫妻相呢？大家也赶紧试一试吧。更多精彩请关注灵动生活，再见。